算一下我的角色啊，玩男角还是女角呢？女角还是男角？男角好了啦，我们来玩男角啊。这个走路姿势，嗯，这姿势还蛮适合，这个还蛮适合乳蛇的、啊。乳蛇就是适合这种走路姿势哦。来，啊，乳蛇，我们来挑，我们来创个乳蛇。乳蛇它就是吃东西，所以吃的还蛮胖的。那我们来挑一下啊，这个半月乳蛇，嘴唇饱满啊，嘴唇饱满。好，这嘴唇还蛮适合的，不错。然后要这样子啊，哇，真的好适合啊！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乳蛇，这些不是乳蛇，这些是那个人猿级的，有没有？史前人类啊，史前人类。好困了、啊，这个呢，还蛮有型啊。啊，然后这边呢，这是胡子，胡子也把它换一下好了。为什么越看越有点像吹佛啊？吹佛是你啊，吹佛。哇塞，哇，还有这个眼镜呢，电竞眼镜，啊、哦、有，哇塞，这都连这都有啊。好啦，那我要戴这个粗框的啦，戴粗框。拉丁美洲裔，这更好笑啊！啊，加这个法令纹什么之类有的没的，这比较好。三八字啊，三八字加一个。好，就这样啦啊，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三八啊，非常非常乳蛇。然后我们现在服装来改一下。嗯，一般来讲的话，这个都会穿一些比较 anky 的服装啊 ，polo 衫啊 ，polo 衫，背心，有背心，这个、啊，这感觉好像老师哦，天哪，老师要上课吗？这样好像还不够鲁啊，条纹的，灰灰脏脏的啦，有用灰灰的比较这样感觉比较鲁的感觉。好，那就用这一件了，还是要选这件。哇，蛇中之蛇啊！哦，这个跨上那条蛇已经不得了啊！就这样的啊，这就是我的这个乳蛇肥宅，我要让他展开我的新生活。乳，好啦，我们的乳蛇肥宅啊，终于要进行新生活了。玩，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一个社区啊，这个社区搬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人称乳蛇肥宅，然后这地方叫做克里克巴拿马。可是马上就会变成人间炼狱了。好啦，肥宅的第一个家，欸，没有信件啊，这个也是啦，因为乳蛇没有朋友，没有信件可以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了，有东西可以吃吗？打开一下，哦，都空的，完全没东西可以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技能，蛇肥宅没有技能，蛇肥宅目前没有工作，蛇肥宅跟其他莫里斯民没有任何关系。哎、欸，你也太可怜了吧！好歹你也做一些事情，一直看电视是不是？烹饪频道、儿童频道啊，乳蛇来看海绵宝宝。那有人说就是要出去骚扰妹子啊，那我们就去骚扰妹子一下吧，因为他现在已经无聊了。好了，我们家附近应该有邻居吧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有一间房子，我现在拜访一下我邻居，让他们看看我的真正的实力啊！这马路风水不好吗？冲煞没有差啦。Hello， 哎、欸、啊，有妹子啊！这妹子叫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，冯淑君啊、哦，冯淑君。好了，那我们刚刚来介绍一下好了，出个介绍。Hello， 他在看电视是不是？Bitch， 你是乐发的？你是病啊！我要开始散布谣言了。Jaden Tao Wu Ti Tay， 这个目测有机，基鲁妹，哎、欸，基鲁妹也喜欢听谣言是不是啊？好好，那我们继续跟他讲更多谣言好了。乌鲁院子啊 ，Ubarak Way 啊 ，Larsen。我侮辱院子，他居然那么高兴！谈论资产价值，六级毛，摸级穷。好啦，算了，飞台去洗澡好了。哇塞，哇塞，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啊！你要洗多久？开始感觉好像不是洗正常的东西啦。你这个手怎么越往越下面啊？哦，洗完了。煞爽啊！来照照镜子好了，外貌为自己打气。我好帅！哎呀，虽然我很胖，但是我很帅啊！有自信，哎、欸，这样打气就有自信哦。什么鬼啊？好啦，我们回来吃点东西啦，肚子饿了啊，来料理一点东西。
好啦，我们来料理一个什么东西比较好嘞？巧克力蛋糕吗？还是要吃那种高热量一点的、啊，来维持我的身材跟体态。现在这个身材非常非常好，健美先生的身材，我们就来维持一下。好，这个肥宅完全不会厨艺，就来做个蛋糕。究竟他会成功还是失败？首先呢，我们要用巧克力啊，这个拿进到自己身上。可惜你不是正妹，所以不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效果。这种东西，沙拉托，搅拌一下沙拉托。哇、哦，感觉有样子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倒到里面去吧？烤箱、欸，哎、欸、会不会啊？要准备起锅了，对不对？卤蛇没工作没钱，哎呦，品质良好、欸，哎，好猛哦、喔！放水蒸清单吗？蛋糕就这样塞到我的裤裆里面啊！好了，我们把蛋糕拿去给淑君吃啊！相信这个以一个肥宅来讲，这个身上有一两个蛋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、啊。小西单人房，很快单人房就会变双人房啦。淑君就是我们第一个目标啊！那一捧妖手 ，Hello， 淑君 ，Swin K， 淑君，哎呦，还叫淑君呢、欸，淑君。哎，淑君来啊，坐。不要害羞，哎，不要害羞。来，我这边有蛋糕啊，来一起吃啊，我看一下。Dag Dag， 哇，这个，哎，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。他虽然说肥宅归肥宅啦，体态不好看是没错，但是你看看，会用这个怎么讲美食虏获这个美女的芳心啊，是不是？也是蛮厉害的。哇塞，这样吃啊、哦，高卡路里。滚子 ，Good tea， 好吃好吃哦。其实他屁股蛮大的，大屁股。来，继续吃，继续吃，来，吃给他吐完啊。有人说准备毒死淑君，没有毒死他啦，太夸张了。哪一片？好啦，就搞 A 啦。先让我拿蛋糕可以吗？十年养成计划，淑君买变肥宅，哇，快拉出来了！蛋糕有问题啊！灵感爆发，哇塞！我不是灵感爆发，我的你这膀胱都快爆发了，好不好？屎尿都喷出来了。你家厕所借我一下啊！快拉出来了，来。哦、吃饱啦啦啦啦饱吃，好啦，进行城市浴啊！拉完屎不用冲水，哎、欸，拉完屎不冲水啊！好啦，这也不错啦，出去你就自己冲啊，自己打扫一下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睡一下，受启发。肥宅高兴。肥宅高兴的时候就用这种走路方式啊，就是著名的肥宅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居然先冲水嘞！哇塞，厉害哦，蜀君。那时间不早了，那我们就先离开这边啊，我去拜访其他的家族。娘娘腔，Hello 娘娘腔。哎、欸，妹子，哎、欸，这个妹子好正哦。旁边那个小伙在干嘛？